长安 Lumin 的造型确实人见人爱，非常可爱。官方指导价4.99到6.99万元 ，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也为301公里，电动机的最大功率35千瓦，性能仅次于宝骏的 PHEV。加速环节中 ，Lumin 的运动模式下，0到6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时间为8.24秒，成绩略逊色于宝骏的 PHEV。而刹车距离呢为15.48米。在绕桩环节中 ，Lumin 的底盘性能优势最为明显，整车的重心很低，悬架的支撑力也是最足的一个，所以绕桩过程中车辆的循迹性表现非常出色。